Sir。 大家好，我是蓝星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吴，让我们进入正片。哇，乐美和这蓝星他跑了多少场呀？哇塞，你看那个战绩，我靠，炸的我！职业玩家呀，这是。有职业选手参赛，家人们，有职业选手还有人买，职业还有人买一辆，我都没买这，有人买，还有人买这魔晶，直接改了。有人改了那个喇叭。哎，遥遥领先！哎呀，真没想到今天高手真多，高手真多呀！你看都是谁呀？哎呀，我大战是吧？懂了。能大佬林奇。不会吧？要上那个楼梯。哎，不要急，我飞起来了，我靠！哎，不要急，我飞起来了，我靠！我靠，我差点起飞，我操！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干什么呀？这是急了，急了，操！妈，这干什么呀？这是我被急死了！完了！我去，这干什么呀？妈，给我上去！上去！进攻！进攻！上车了，一个了，一个了！进攻！他们几个倒车了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。完了！我让你们好，我让你们好吧，你们先上。停！黑色衣服先走。对，然后蓝色衣服。对，蓝色衣服。好。对，下一个蓝色衣服。对，蓝色衣服。好。对，下一个快上！蓝头盔的话，有没有问题啊？你这个。等一下，停一下，先别上。当主比赛，当你可以跟慢慢来，一个个慢慢来，不要急。等一下啊，是时间。哇，我今天走路都比这快。好，往上走，走，哎，下一个，走，哎，下一个，走，三个人上升。排队，我们每个人间隔一米距离，好吧？好，这个停下，不要上，有距不够上车。让他们先上去。哎，你看咱们这游戏。我在这儿做交警，看这一下子速度就高很多。开挂了！这轨道你拐左拐。等一下，好，从头开始。啊，谢。B 小五，你往前走。第四名瞬间变成第十。哎，你看咱们这游戏，我在这儿做交警，看这一下子速度就高很多。高很多吧，高警高血压，谈谈交通，改装的也不是那么好用。这张，我的开挂了，开挂了，轨道你好啊，来左拐，走，哎，我他妈谁他妈在动？哇塞，这个太难了吧？啊，这个我就笑难了，拖起，不要为难的一车，一个一个来。来，我都不知道入，好，我来了，我下一关了，哎，好了，我卡住了，好了，我就是这个模式里开快装最好，是的，走了，我刚刚看到了对方，好。小雨姐，关一下自由带血。哎呀，老子我去，我转眼都已经到第三名了，我天！哎，我他妈，我操，我起飞！你走。行，那我走，来，那我走。那我。来，把。别着急啊！你先走，排队，排队。你先走，排队。排队。来一个，不上检查点儿。完了，我他妈，我操！可惜了，你看一下唐外卖的考驾照的地方吗？考驾我也这么发去，就是我，啥意思啊？
是要上。啊，你们先走，我最后再走。要上我最后一个。别着急啊！别着急啊！别着急啊！先走。对对对对对。上检查点。我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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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准别打我！我操！不准别打我！我操！哎呦！哎呦！气炸了！往上走 ，Agent Terry 行，哎，排队啊，排队，摸左手核酸，不核酸，我打不动了，核酸，骑摩托做核酸，核酸，假的，我操！哇，你开房错了。打不着我，哎呀，好！打不着我，哎呀，好！这是啥呀？有的人活着，他好像，他好像记了，他绕着走。哎呀，卡蛋了！欢迎你！我操！太他妈恶心了！我坐等他起飞，好啊，起飞了！好啊，走了！要就在我出手 ，please。please， 我也要 please， 怎么要不要？这么多加速，哇，这啥呀？这是他妈车已经一个来抽抽，哇，完了！你们先走吧，我跟着你，我们现在，哎，我他妈不要在这个地方，不要在这个地方重要！我服了这个，我已经从第三名正式变成第七名，我过来了。刚刚主力没，你们这些主力没过来的时候，我还一个人在提补给。可以，人一过就不对了。好，我现在看到恩。先看恩奇发挥，好，要转弯，发挥住了，好，这样发挥住了，这局一定要稳住啊！我操，快，我操，哦。2000 years later. 少说点事情。那这个箭头肯定是有用的呀，要不然换着干嘛？这个箭头，这个箭头，这不是倒着走的，这正着走的。哦，我以为倒着走呢。那哎，我靠，终于说了。这个箭头。这不是倒着走的，这正着走的。你别。
花龙，你在那个板上面吗？看、啊，回来、啊，不是这儿，回来这边、啊，绿色房子这儿，看到我们了吗？好吓人！看到我们了没有？我这上去，看到我们了吗？上去就不正经，真的吗？不是正经的上去。那肯定啊！哎，每当我以为我是真的以为要稳的时候，就稳了。好，稳了，稳了，感谢，OK， 稳了。我们早就完事了。超级，你们完事又回来了是吧？超级，我们都下来了，我们只是打的慢了，没有慢了，没事，大家都慢了。哎，我看谁进来了，这是来了，哇，六杯好快。让我来看后面还有谁，后面应该还有一半人。对，我们刚好六个人过来了。来了，我顶你。太绝了。所以让我先去过一个点吗？求求，求求，阿龙，你叫你妈的，绝了，你叫你妈的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过去了，也差不多了。我就不能过第二次，啊，玩不动了，这一车不太安全，可以试一下。好，应该差不多了，反正还可以，没事，你去试一下。哎。好了，那么经过将近40分钟的竞速啊，我们终于把这个地图给完赛了啊，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！不知道大家喜欢这样的读图联动吗？啊，虽然是读图啊，所以大家赛案都比较开。那为了同时照顾到前后不同区域的 UP 主，后期视角的剪辑工作量简直把肝都给肝爆了。大家还不快多多投币支持一下我们的千载难逢的小哑巴的大联动？那么未来大家还想看小吴联动哪些 UP 主，联动哪些差事呢？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补充。那么我是小吴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